大会由中华海员总工会理事长向泽一主持，参加的有内政部劳工司长刘坤祥、交通部科长彭德志、中央党部社工会王家树以及会员100多人。向理事长在致辞的时候说明中华海员总工会在航运方面的贡献。美国劳工联盟主席米尼、国际运输工人联盟秘书长白莱士今天都曾经致电祝贺大会成功。大会中并且也通过了向总统致敬的演言。